是不舍得吃，不舍得喝呀、啊。攒这些钱干啥呢？孝敬您二叔啊，啊？二叔，先帮我收着，啊。说吧。 啥事儿？啊！我攒这些钱呢，本来是想有一天风风光光的把放爹娶了。现在看来，不行了。现在咋了？咱现在不是天天提拉着脑袋打鬼子吗？ 万一有一天我挂了，哎，二叔，到那个时候，凤的事儿，你可得管起来啊！干啥呢，国才啊？你跟我说这不吉利话干啥呢？什么挂不挂的呀？啊？他丫头是我亲侄女，你们俩的事儿，我铁定了要管的。 二叔啊，你没明白我什么意思。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，凤要是愿意嫁给江营长，哎，你这个当长辈的你不许拦着啊，你还得给他们做证婚人，知道不？胡咧咧啥呢？我还指望着你做我的侄女婿呢。 你说啥？你要跟我成亲？对，我不想再拐弯抹角。小凤，我是认真的。今天我就是要亲口告诉你。
我喜欢你。张大哥，你别逗我了，行吗？我不想再隐瞒我自己的情感，我也不想再辜负一个好姑娘。凤儿，嫁给我吧。我知道，这荒山野岭的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张大哥，其实我等你这句话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心甘情愿地和你一块吃苦。凤儿，眼下呢，我给不了你舒适和安逸的生活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，不管今后有啥风雨，我江雪渊会站在你的前面，为你撑着，替你挡着。家的哟，找我有事儿？是，大当家的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下，您对这一带山势熟悉，能帮我找到抗联武装吗？你一个女人家的，找抗联干啥？我有很重要的事儿。抗联可不好找，所以才需要您帮忙啊。我是真不知道。胡子，你好。那姑娘走了。
娘，您是不是跟人家说啥了？我没说啥呀，我就问了问八字儿，他也没告诉我呀。娘啊，您真是瞎操心。小大姐，你这做的不讲究啊，咋留下个纸条子说走就走了？大当家的，对不住了，我真的有急事，我必须得走。小大姐，你这伤还没好透，实在是应该多养些日子。如果我娘说了啥让你在意的话，请你原谅，我霸天虎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蛮横土匪了。大当家的，我信得过你，我必须得找到抗联。可你这么满林子瞎撞，这猴年马月能找到抗联呢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也要找抗联。你也要找抗联？你找抗联做什么？我跟抗联的独立营有些交情。独立营？哎，是。前段日子我跟独立营的江雪媛打过交道，可眼下他……江雪媛？你认识江雪媛？你也找他？我找的就是江雪媛。大当家的，你义薄云天，这回你一定要帮我。江雪媛她在哪儿？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江雪媛。可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不过我听江雪媛说过，鬼子花了大价钱买她的人头，她不但不怕，还在赵州一带处处跟鬼子斗智斗勇。我觉着这大隐隐于市，江雪媛很可能藏在赵州城里。谢谢大当家的，我这就去赵州。哎，不行，小大姐，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，到处都是鬼子和汉奸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再说了，你一个独身女人，一个人在城里晃悠，这也太危险了。那我也得去呀。那好，这儿离赵州还很远，我送你去。上马。谢谢大当家的。驾！说，你个女人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是来做事的，说是来找亲戚的。说是真。太监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让我说什么呀？这可咋整？先瞎编吧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说，他是抗联的。抗联？他是抗联干什么的？给他的司令说情报。司令？司令？他是司令的情报官？是。往下说。他和赵一八是一伙的，还有赵尚志。赵尚志？抗联第三军？第三军，第三军。
还有呢？还有啊。再不许。啊！前几天你不知的事，就是他送的情报。那个女的，你还认识她吗？认识。快抓住那个女的！滚！抓到的那个女的，住宿留下的名字叫冯翠莲。我们已经了解到，她是由抗联第三军司令直接领导的情报官，曾经与招商之赵一曼共事。共产党？是，她是共产党。宋美军，你的功劳大大了。哦，还有，被打死的那个男的，我们也已经找人辨认过了，他是温泉镇土匪头子八天虎。八天虎就是我们围剿的那个八天虎？是，的确是八天虎。抗联的情报官怎么跟土匪头子在一起啊？这个在下不知。他们进城想干什么？说话。
徐元直同学。什么事儿啊？钱一来同学想约你今天晚上看电影。我今天晚上有事儿，你让他省省吧。那好吧，我去跟他说一声。行，再见。心跳正在衰弱，需要注射阿托品。好，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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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马上就会醒过来的。宪兵队的大餐招待的不错吧？啊，我看你还是别撑着了，如实招待了吧。到了赵州，如有需要，你可以去找一个叫猎鹰的人。猎鹰？他是你中学的同学，叫钱一来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里是宪兵队，你今天活着进来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不敢。人好了，不能再用刑了，明天再审吧。我要让他保持清醒，让他慢慢感受到刑法的厉害，直到他熬不住，讲出所知道的一切，明白吗？嘿，吕布，嘿，这啥时候回来的？咋不吱一声呢？不高兴了，这咋的了？我今天进城碰见霸天虎了。怎么的？他欺负你了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他为了保护一个女的，被日本鬼子给杀死了。恨死日本鬼子了！今天恨不得把他们通通都给杀死。
那个女的干啥的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她挺血性的，别看她那么瘦小，那么多日本鬼子围着她，她一点都不害怕。我挺佩服她的。都得平平安安的，咱们可都得好好的活着，好吗？我知道。怎么样，招了没有？没招，审问了一个晚上，一个字也没说。哎，算了，你们俩也回去睡会儿吧，也辛苦一晚上了，我来替你们盯着，一会儿司令官过来要过堂。谢谢范官。许元志，许元志，啊，许元志，醒醒，是我，我是钱一来，醒醒哎，许元志，你真的从北边过来的，啊，钱一来，哎，真的是你，是我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是，别多问了。没那么多时间了，我想办法救你出去啊！猎鹰啊，我知道你就是猎鹰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范的？你的休眠期已经结束了，上级啊！上级说什么？啊！你先别管我啊！尽快找到独立鹰啊！告诉他们密码已经被日本人破译了。还有，快，快说，把头凑过来。啊，啊。他刚才说他要招，让我凑近了听，没想到他他妈咬人，我他妈。您受委屈了，这个女人她就是一条疯狗。妈的，要不是司令官交代要让她活着，我……你在这儿好好看着。妈的，哟，田八爷，今天这么有兴致呢，想吃点啥？哟，耳朵怎么了？哎呀，算了，叶大少，别装了，赶快派你的人上山去找江雪原，我和他有重要的事要说，事不宜迟，得马上。北边派来的人被鬼谷给抓了。那这个女人叫啥？她来赵州旅馆上登记的名字叫冯翠英，不过我知道她的真名，他叫徐燕芝。你咋知道他叫徐燕芝？我不仅知道他叫徐燕芝，我还知道他是从苏联教导旅过来的。
你是干啥的？江雪原同志，我的代号叫猎鹰，我的全名叫钱一来。我从41年起就以翻译官的身份潜伏在了赵州司令部。3年以前，和我单线联系的同志全部牺牲了。按照组织命令，我进入休眠状态。徐元之同志这次回来，就是通知我休眠结束。是他让我和你们联系的。最要紧的就是把徐元之同志救出来。他不仅是我们的战友，还是我的中学同学，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把他救出来。情急之下，我也只能直接找你们表明我的身份了。你只知道燕之是你同学，但燕之是他什么人你知道吗？什么人？燕之是我的妻子。啊？燕之一直从事秘密工作，但3年前我们就知道他死了。没想到他还活着。燕之关在啥地方？关在宪兵队的牢房，鬼谷一郎暂时还不能对他下毒手。燕之在这个时候来到赵州，除了让我们更换密码之外，肯定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，咱得把他救出来。哎呀，不好，情况有变！哎呀，赶快进行治疗，快！鬼子要抓的人是我，你快走！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能把你留下来。你快走！少废话！再不走，咱们俩都走不了。抱着我！快走！我不能走！你记住了，旧的密码不能再用，新密码藏在那个枯树洞里。我这次来是上级让我告诉你，调查黑雪计划，弄清楚黑雪是什么，消灭它。快走，快走啊！此生能遇见我，欢喜。你记住了，我爱你，永远都不会离快走！
胭脂姐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她那天被捕的时候我还看见了，她真的很棒，她很勇敢，像你一样坚强，值得你等。看你的了，捡关键的给我往死里打。没问题。Thank you.
在六有功，你有什么愿望可以都提出来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。说吧，不要害怕。不敢不敢，放小明回家就感谢太君了。怎么能够让你空手回去呢？我们日本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，都是讲究礼尚往来的。木村少佐，你说是吗？嗨，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事重地，不允许任何一个非大日本帝国的军事人员进入，绝对不允许。擅入者，格杀勿论。光哥，不好，鬼子蒙上来了，快去报告。看你往哪里跑！司令官这回亲自出马，一定能够马到成功。给我狠狠地打！呀，小飞，咋回事？发现路鬼子，追上来！准备战斗！小哥，老一、二叔，你们俩带着小新和小孙先撤。连山兄弟，你们俩断后。保护好月饼。是，撤撤撤，快点撤！王贵，跟上。是，屁股没坐热呢，真让他撵了，行不？嗯，老高呢？缠着那老姨点。哎，行了，老家伙，我没事，你管好你自己吧。行了，这得了不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赶紧走。哎，小家伙交给你，给我保护好啊！你不能走，你要死了，敌人得消死我呀！哎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怕再让鬼子逮着了，没人救我。打吧，打回头苍蝇，走。
志平，志平，志平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何志平，你没事吧你？没事没事，你们快走，别管我。来人，快来帮救下你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出血了。没事。大家跟紧点啊，千万别掉队。来，快，赶紧。快点，你甭管我了，别他妈动他了，给我省点力气。前面已经打起来了，快点，快点！看见了，那是鬼子炮兵，交给他们。好。快，鬼子炮兵，家伙，乖乖，活着。哎，我炮弹拆下来，好家伙，这比起来，哎，我那枪成烧火棍了，我天！那是，你以为这是啥？这是炮。都搞上，都搞上。来来，好了没有？好，快，好，准备。向大炮阵地进攻，给我冲！谢罪，司令官阁下，这里是江雪原的地盘，我们对地形又不太熟悉。常言道，战场无定时，小小的失利在所难免。我看不如回去休整一下，再度围剿独立营。是啊，司令官，我们弄不清江雪原的兵力，天有这么黑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吃大亏的。全体撤退，三股撤退。走
好像鬼子在抓什么人。是军令，军令如山，违抗军令者，格杀勿论。这就是违抗军令的下场。张有富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的人再有一个进入禁地，全排的人统统枪毙。今天你就可以上任了，这些都是你的了。哎，谢太君，谢太君，快快快，谢太君！谢太君，谢太君！儿子
平，起来。干嘛呀？我不吃，天天吃，天天吃。我需要的不是食物，而是去战斗。志平，那你也得起来看看。哎呀，不看不看。起来。干嘛呀？再不起来，我可走了。江应长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您可来了！哎呀，慢点慢点。哎，江应长，哎，咋样了？恢复的挺好啊。哎呀，江应长，我在这儿啊，真是度日如年呐。别着急，好好休息，等你全好了，我就接你上山。我现在都好了，您看，您看。哎呦，傻不傻？哎呀，这小琴是真不错呀。你看看，给这家里边。收拾的真不错啊，是要当娘的人了啊，就不一样了。江营长，我去给你添点水。好。三天以后，我派人接你上山。太好了，江营长，那我可等着您啊！啊，好啊，我们那儿就是缺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呐。小琴呐，嗯，你呢，一定得把自己照顾好啊。江营长，你就放心吧，志平对我可好了。小琴。我呢，尽快把孙志平接上山。你眼下身体不方便，就先留在山下吧。可是，江院长，我想我们家一家三口能在一块儿。小琴，你听我说啊，这孙志平跟我上山，那是为了打鬼子。我怕你跟他上山以后，他这心里不踏实。你听着，好好跟这儿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啊，行了，先回去吧。嗯，那江长，叔你俩慢点啊。嗯。班长，咱俩叔侄马上去道州了，关口已经过去了。现在四处转转。这是啥车的车印？马车的，这么大个屯子，有辆马车不正常的吗？你再仔细看看。对，营长，这是汽车轮子。哎，这村子里怎么弄？怎么就得汽车了？江雪原，我要向你正式宣战。我九保太郎要让你们独立营灭在我
我的手里。我一跳你！你干嘛呢，在这儿？你回来了？啊，我这练练功，这不马上要回山里了吗？练功啊？嗯，练功好啊，你最好练成天下第一，好把日本鬼子都打跑。等把鬼子全都杀光了，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没有，我在想咱俩的未来呢。哎，对了，营长他们回山上去了？没有，他们去赵州了。哦，来来来，那，哎呦，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呀？你告诉我以后，我跟他们一块进城吧。营长刚下达的命令，你就敢不服从啊？那倒不是，哎，他们住二中那屋。没有啊，他们每次去都不想麻烦我爹，所以都不住百福楼。那他们住哪儿啊？住客栈呢。我记得有一次他们住的是叫大明客栈，还有一次叫华生旅馆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怎么一直发呆啊？是不是病了？哎呀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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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在想啊，这不马上要回山里了吗？想想带些什么。这么着急上山啊？你舍得我呀？不是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哦，你说，孙志平这小子，他是日本间谍？对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不是，那大王朝跟这姑娘俩怎么办呢？哎，王小宝，你先别慌，一会儿见了叶大勺啊，咱啥也别说，先给他整走了，回头找机会再告他。这大王朝这把年纪了，你说。他最心疼的就是这个宝贝闺女，你说都碰上这大事，他受不了啊。怎么的？这事儿呢，你知我知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孙志平这个爱钱刀的。